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台股聚宝盆。好，首先我们先回到盘面上，那今天台股呢终于终结了连五跌，那今天收了一个小红 K， 大盘呢中场收涨了 27.81。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它的一个 K 线图，那大盘呢在连续这个礼拜连续跌了四天，那终于今天出现了一个小红，小红 K 出现了。那今天大盘它其实呢早盘呢盘中呢一度也大跌了100点，那是为什么大盘今天呢它反而由黑翻红呢？那主要呢有两个因素，其中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台币的汇率，早盘呢还是持续的走贬，但是呢各位可以发现它走贬之后呢在盘中呢开始它的贬幅呢开始收敛，那收敛之后推升台股的一个上涨。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呢主要是美股三大期货，所谓的电子盘，那在盘中呢也由黑翻红，那推升了今天台股一个上涨的力道。其实呢今天电子股美股电子股期货呢翻红呢不止推升了台股，那也推升了亚洲个股。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呢上证跟恒生呢它是收在平盘之上，但是南韩指数跟日经指数虽然是收在平盘之下，但是呢它整个跌幅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跌幅都收敛了，整个跌幅都收敛了。那今天收在平盘上面除了上证恒生，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加权。那今天早盘大盘下跌以及整个亚股走弱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昨天美股大跌。那昨天美股为什么大跌呢？那美股已经跌了连两天都是大跌，前天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联准会它的利率决策会议的内容呢非常的偏鹰，其中呢包含什么？包含就是它跟你讲年底呢不排除还会再升息一次，其二呢就是跟你讲明年呢降息呢由四次改为变两次，也就是中间少了两次的降息几率，所以预估2024年整个美国它的一个利率呢会维持在 5.1% 以上，那也相对来讲非常高的利率，所以呢这个造成呢昨天美股它的这个十年公债殖利率还有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都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美国公债十年期殖利率呢它已经今年以来已经涨了 13% 多了，那包括两年期的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呢它也今年的涨幅呢也来到了这个 16% 以上，那整个来讲也就是说市场目前呢还在消化这个所谓的联准会它的这个鹰派的一个利率决策，那表示说短期之内市场还没有消化完毕，但是呢预估今天应该整个这个市场有关于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的一个利空讯息应该在这一两天就会消化完毕，应该不会拖到下个礼拜，那所以来看的话美股有机会做个比较小的反弹，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股它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联邦政府又要关门了，那之前呢其实在上个月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财政部长耶伦呢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很多这个相关的新闻反而都把它忽略掉，不把它列在一个比较头条的新闻，那主要是因为六月已经发生过了，没想到这个九月底呢又要发生一次，那发生主要原因是目前呢有12项这个顶替政府提供资金法案没有办法获得国会通过，因此呢在10月1号之前如果民主共和两党无法取得共识的话，那通过拨款法案的话就会导致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关门，
那上一次呢，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是发生在2018年12月22号，当时是当时的总统是川普哈，因为他拒签不包含美墨边际筑墙的支出法案，所以导致这个整个哈联邦政府关门停摆，直到2019年1月25号才恢复。那整个期间呢，历经了35天哈，当然。这个不是美国第一次他的政府关门哈，这个是第三次。那如果这一次又关门是第四次，表示说先前已经三次发生过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事情哈。那在川普这个事情的话，算是是近期才发生的哈。那历经了35天，好。那今年六月呢，才发生了这个债务上限的危机哈。那两党呢还在恶斗，他们是到最后一刻呢才达成协议哈，提高这个债务上限的共识。但是呢，这次情况比较不同哈。不过呢，也是哈给这个全球大众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说美国政府呢怎么又要关门了哈？那这个一直在上演这个关门的一个情景哈，让大家呢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信任哈，或者是信用的问题产生的一些疑虑哈。但是这个必须靠他们两个政党去协调哈，不要再继续恶斗。那再来呢，如果这次政府关门的话，那每一周呢对美国经济会带来60亿的损失哈，并且呢导致2023年第四季它的这个 GDP 呢会减少0.1%哈。那第五个呢，如果他这一次政府又关门，联准会呢他可能在11月就不会升息了。为什么？因为政府部门关门之后呢，他的这些有关于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呢就会被迫延迟发布哈，被迫延迟发布。所以呢理论上如果真的关门的话，这个联准会他就没办法在11月宣布这个所谓的升息，那可能要延到12月哈。那这是美国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美股的一个走势哈。前一根美股呢它出现一根黑 K 然后带量，但是它是一个吞噬线哈，但是因为这个消息面的影响造成它的一个跳空缺口哈。那短期之内我认为呢是会回补这个跳空缺口哈，但是呢未来美股怎么看，据我的看法在9月底之前美股走势是偏弱的震荡哈，它的走势还是会比较的疲弱，那当然会影响台股这一部分的一个走势。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讲？再来9月29号呢，美国又要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 PCE 哈。那之前老师有强调，这个 PCE 呢，它的重要性比 CPI 还重要哈。那 PCE 是什么？就是个人消费、个人支出数据哈，个人消费支出数据。那联准会呢，它做利率决策的时候，都会着重哈在这个核心的 PCE 数据上面哈。那这一次呢 PC 数据呢看起来应该哈不降反升哈。为什么？第一个，现在石油哈还是持续的偏高哈，虽然昨天国际原油有跌到90以下，但是呢现在市场认为呢未来国际油价呢有机会呢突破120块哈。那对整个通膨来讲的话，它反而不降反升哈，因为你油价上涨，它的价格呢会渗透到各个产品上面去哈，因为你在运输上有成本嘛，那你在卖东西是不是要把这些成本加上去？所以呢，你的通膨呢渗透率会渗透到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产品上面去，所以呢，在9月29号公布的 PCE 数据基本上呢还是看涨。再来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汽车工人呢好要罢工好，那罢工的话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到 46% 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好。那现在罢工美国预计呢他们会整个罢工的行程会大概是15天，那预计这次罢工呢美国会损失65亿好。那再加上如果真的资方同意他的一个工资的上涨的话，那通膨的
通膨呢就会持续的飙高，哦，那 PCE 目前看起来就会持续的上涨，哦，那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在九月底之前呢美国的走势还是偏空震荡，哦，那反观呢我们台股呢，台股要怎么看，哦，那我觉得台股呢目前呢大家一直在说选举行情，选举行情，哦，那选举行情要怎么看台股，哦，好，这是台股近十年来它的一个选举行情上涨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选举行情天数在120天左右的话，那上涨的几率呢是 57%， 那上涨的幅度呢大概是 1.65%， 这是个统计学一个概论，我们讲的是概率，那如果是选举前90天的话，那上涨的几率呢是 57%，那它上涨的幅度高达 5.8%， 那最高的是选举前60天，那它上涨的几率可以高达70%，那上涨的幅度也是所有上涨幅度里面最高，高达 6.19%， 那如果是选举前30天的话，上涨几率也有70%，但是呢相对它上涨幅度呢就比较低了，大概只有 1.77% 左右。那如果我们以这样推论来讲的话，原则上我们明年2024年总统大选是在1月13号附近左右，所以呢你往前推60天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那是相当于我们10月中旬，哦，原则上10月中旬之后台股它就有一个选举行情，到时候呢台股上涨的力道就会比较强劲，哦，那回头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K 线，哦，那今天大盘虽然收红而且留一个下影线，可是呢各位可以发现今天的量能呢还是持续的不足，哦，量能还是持续的不足，所以基本上这不是一个所谓的下主线，也不是一个止跌的讯号，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话台股呢如果下礼拜来看，整个下礼拜来看的话它走势还是比较偏弱，哦，那今天盘中呢虽然美股三大指数期货是上涨的，那它是不是显示呢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个两党之间有没有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呢也有待，哦，今天晚上观察美股一个表现。不过以期货来看的话我觉得几率很大，哦，几率很大，但是不管怎么讲到下礼拜为止的话，我觉得不管是美股还是台股呢它的走势还是持续偏弱，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反而选股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2-5858。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2-5858-8512-5858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之前操作的个股，就是兆力。兆力老师是9月4号请会员在104块买进的。然后呢，第二，这个是我们9月4号的一个现行，那它是带量上攻，那技术现行非常的强劲，而且呢，它是受惠新款手机的需求大增，那这是我们看好它，所以请会员在9月4号呢以104元买进。那9月5号呢马上就亮灯涨停，那一直到前天呢，我们因为大盘整个不好，那它跌破五日线，老师请会员呢先以130块卖出，130块卖出，卖出之后呢，这个每张获利是 26.9 块，也就是一张呢现赚26900块，那10张呢就是26万9，100张呢就是269万，那这样子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帮会员呢获利 25.8%。 那老师讲过，我们看好它的理由并没有变，只是呢它跌破五日线，我们稍微避一下它的风头，避一下它这个下跌段，它整理的过程，如果这中间有比较好的个股，我们会再去把资金呢去买其他的个股，但是呢它毕竟是好的股票，所以我们在昨天呢，我们在盘中呢又把130元买回来，130元买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它今天是收盘是收在这个133.5， 所以呢会员呢今天呢又再度获利多少，3500块。那整个来讲的话，这个月我们兆力呢基本上呢一张是获利已经来到了30块左右，也就是一张呢目前获利是3万块。那之前26块呢，26块9我们已经入袋，那今天呢获利是3000块，那总共加起来是3万块，但是3000块呢我们还没有卖出，还没有入袋。那为什么看好它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受惠这个新款手机的一个需求增加。那新款手机呢是什么手机？就是所谓的折叠机。那兆力呢它本身是做轴承的，也就是做枢纽，就是那个枢纽开关。其实呢这个枢纽开关它是要有相当高的技术，才有办法去承接这个业务。为什么？因为你开关次数多嘛，它的零件机件会耗损，所以在厂商对这部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兆力呢之前它是做 notebook 的这个轴承，所以呢它有这一方面的一个经验。那在做 notebook 及在做折叠手机呢都可以应用得上。那今年呢智慧手机呢它的年增率呢是-1.1%，但是呢折叠式手机呢它今年的年增率呢可以高达50%以上。你看一个负的一个正的，是不是整个兆力在这个智慧手机的市场又另辟一个蓝海的市场。那预计呢今年下半年呢兆力呢可以持续受惠它这个所谓的折叠机需求的一个营运动能。再来呢就是明年呢2024年呢这个 notebook 呢要迎来另一波的换机潮。那预计呢下2024年呢下一波的换机潮呢，新的 notebook 它有所谓的 AI 技术是含在里面，所以呢这一波换机潮跟以往的换机潮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一波的换机潮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包括今年12月，预计12月14号呢这个 Intel 跟宏基呢他们会推出全球第一
第一批的这个 AI notebook 哈，那目前呢市场看好这个 AI 笔记未来一个销售的一个力道哈，那这个照例呢它可以呢持续今年下半年持续受惠折叠机的一个新的应用，那再加上明年呢，明年是 notebook 跟折叠机哈合在一起的需求，所以预计呢明年开始呢这个照例呢它的营收呢会大大的增加哈，也会挹注它更大的营运动能，那对它的股价呢会提供更大的一个推升力道，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哈再买把它买回来哈，那你看今天果然哈带量上攻又收复了五日线哈，这是我们看好这个照例哈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们买股票都是买的有理由哈，绝对不会跟你讲说为什么买这一支。要买股票你当老师的一定要了解这只股票在做什么，它未来的愿景，它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这才是对会员认真负责的一个态度。好，接下来就是细创，细创我们是请会员在9月6号276块买进的。好，那今天是收小涨，收小涨。那细创呢我们9月6号到现在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每张获利呢是18.5块，一张呢获利是18,000块哈，十张呢就是180,000哈，那不到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已经帮会员获利18.5元哈。那这一支股票呢，虽然这个礼拜受到大盘拖累下跌哈，但是呢我们持续看好它未来的一个营运动能哈。那今天看好它的不只是我而已哈。包括外资投信呢已经连续买了，已经连续买超7天了哈，那包括昨天大盘大跌200多点的时候，投信外资呢不但没有卖出一张，反而呢又加码买进哈，那表示呢英雄所见略同哈，那包括投信呢他不止买7天，他已经买超过10天了哈，那表示老师的看法跟外资投信看法哈跟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哈，未来呢我们对它的股价呢还是持续的看涨哈，那目前呢我们没有卖掉哈，还是持续看好它未来股价上涨的一个趋势。好，再来是力旺哈，力旺之前老师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哈，那在9月14号呢请会员在2110元买进哈，这个请会员买进，因为我们看好它未来的一个潜力哈。那我们不是随便乱说的，因为它是做这个 IP 设计的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9月14号买进之后呢，那在这边我们是在这边买进的，然后连续跌3天哈。但是老师跟会员说不用怕哈。那昨天最低呢还跌到1987块哈，但是呢老师在扣讯上有请会员说不要怕哈，持续看好这一支，看好它在哪里呀、啊？那主要哈，这是市场上大家都应该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它呢就是安谋的合作伙伴哈，安谋的合作伙伴，安谋 IPO 之后呢，它跟这个安谋呢合作开发这个所谓的 ARM9V 哈，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未来要应用在 AI 的部分，包括在 notebook 上面都会需要这个 ARM9 的技术，那这就是我们看好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请问你有哪个老师跟你讲到这一点，都跟你讲啊，这边买这边卖这边卖这边买，但是买的原因是什么没人跟你讲啊？那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看好他跟 ARM 合作，安谋合作的一个契机，这是未来他成长的一个力道。那 ARM 他虽然在这个上市之后他的股价上涨了 24%， 可是最近这3-4天呢反而被打下来，可是各位啊，这你也不用紧张嘛，为什么呢？因为安谋后面的大股东都是赫赫有名的科技厂，那为什么他们要去认股安谋呢？表示呢他们知道这个整个新兴未来包括 AI 的技术，如果没有安谋公司的话，那未来这个 AI 技术就不可能
再进行下去嘛。好，那它背后股东有谁？有 Apple 好，台积电、联发科好，甚至 Intel 他们都有入股好，在这个安谋公司里面。所以呢，这是我看好力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哈。那再来呢，还是讲到我们的 Lite 哈。那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呢，如果你现在有空呢，把手机拿出来哈，扫描一下我们的 Lite。好，扫描一下我们 QR code 加入老师的 Lite， 好，可以跟老师互动。那老师会在 Lite 呢时不时的公布我们看好的个股哈。那中视呢今天还是小涨哈，不过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哈，因为它今天虽然收十字线，但是没有爆量哈。那现在呢每一张呢获利是5.19元哈。也就是一张获利5000元，十张就50000了哈。那这是9月7号在 Lite 上面告诉大家的哈。那短短一个礼拜多的时间呢，就可以获利这么多。那这就是加入老师 Lite 的福利。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投资朋友收看。如果各位投资朋友有任何持股的问题，欢迎来电洽询，或者扫描 QR code， 让专业团队帮助你。最后祝大家下礼拜操作顺利，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